2022年5月25号，今仔日是礼拜三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各地有云同款，拢爱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啦哈。啊，同时要爱注意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啊，那这个北北部山区哈，要那注意哈，一个较大雨势发生的状况。古历行到4月25号，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1度到30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哦，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来，感谢啊，今麦就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加看新闻。来，首先吼，那么是针对着今仔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吼，来加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啦吼。今仔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有来宣布吼，啊，今仔日新增加89352名，诶，中国病毒武汉肺炎本土诶病例，啊，有76人来死亡啦吼，啊，另外呢，啊，境外有36人移入，国内本土新增加诶，啊，这个人数吼，啊，会当讲持平啦。小林山两天拢维持伫单天的8万外，中等镜头新增加191人，中镜头122人，等镜头69人。特别咱注意的就是，咱国内的儿童的脑炎的重症个案一直咧增加，今仔日吼又搁加一名感染着中国病毒来引起脑炎的6岁的男童，即马当地病院咧抢救当中啦。啊，指挥中心表示，今仔日新增加诶，即个89352名本土诶病例，有42710名男性，有46607名女性。啊，年岁伫未满5岁到90岁以上，个案分布新北市有21350名，桃园市有10355名，高雄市有9792名，台中市有9766名，台北市有9085名，台南市有5904名，彰化县有3520名，屏东县有2933名，新竹县有2570名，苗栗县有1118名，新竹市有1799名，嘉南市有1768名，宜兰县有1746名，花莲县有1558名，云林县有1432名。啊，这个南投县有1241名，嘉义县有1048名，台东县有711名，嘉义市有557名，平湖县有224名，金门县有143名，连江县有32名啦吼。啊，指挥中心有咧讲，讲今仔日新增加76名，啊，这个死亡的个案吼。其中有46名男性，30名女性，年岁伫30多岁到90岁以上，拢属于吼啊重度感染的个案。啊，即其中有50人了，对啊啦，年岁吼拢已经超过80岁啦。啊，73人有慢性病史，有31人完全拢无注射预防针。确诊的时间伫今年5月7日到5月23日，死亡的时间伫5月16日到5月23日就对啊啦吼。另外就是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伊有咧说明，讲2名30几岁死亡的个案吼，拢有感情慢性病女性的个案吼，有住过一支的预防针，啊有慢性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啊感染。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合并这个败血性的休克，男性的个案吼，拢无注意防射就对啊啦吼，出现了吼呼吸衰竭吼，癌症来恶化来死亡啦吼。这以上甲咱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啦吼。死亡较济哦，76名，70几名。嗯，啊，这确诊人数那是一个济话有无吼？这个死亡的，迄个案例就对咧坐起来安尼啦，吼，嗯，对，吼，好，这个大家来甲咱报一下这个数字，今仔89352吼，
啊，所以呢，这个做各管区拢总是有增加的状况，而且说应该，就简单讲安尼尔就对了哈。啊，迄、那个就做啥呢？该这个防火做好，该洗手，较用心洗手的哈。啊，嘴眼甲挂好掉，挂好好势安尼哈，大概就是安尼啦。啊，这个牛龙虾爱煮的较煮哈。好来。啊，今仔日一中大家看新闻吼，讲这个囡仔住五凤社开始住啊吼，哦，规个安尼家长传囡仔安尼客家个舅舅，诶，人够济，吼，大家拢未住，家长会烦恼啊，对啦，对啦，烦恼啊，你囡仔啦，你去对着爱孙啦，家长吼，不管是同情小，什么情的对了，就是拢烦恼啦。对啊，当然啦，啊，这囡仔的这个有当时啊在想讲。啊，这个尤其是迄个细汉囡仔有无？哈、嗯，哦，哟、哦，好，来，啊，大家谢你啦，哈，来，啊，祝大家拢爱平安路呀，好、嗯哦，来，来，来，嗯，来，另外吼，咱要来个看吼，最近这个选情吼，敢那亲像有咧啊咧升温啦，吼，啊，尤其桃园这一局吼，桃园这一局诶，国民党吼已经来吼，杀出着张善政，当然，这个目前为止有侪侪诶国民党诶民意代表吼。啊，这个桃园这民意代表国民党的吼，有真大的反弹啦吼，啊，这到底未来？不做黑白讲写，哎、欸，那有什么反弹黑白写？有啦，朱立伦明明的讲，伊桃园，嗯嗯，报迄个张善政来搞的，民进党规样乱去，是民进党乱去，哎、欸，不做唔能黑白写，哎、欸，两个张善朱立伦外交的，哦，用迄个张善政来搞的。国民党拢讲 OK 无问题，民进党搞乱去安尼。对啦，惊一个花火警在边啊，唔知边啊处理吼。对啦对啦。来啦，当然啦吼，咱嘛是五棒吼，国民党吼。国民党即阵叫看伊边啊处理，咱唔知啦吼。啊，但是咱讲实在，国民党即群啊，要舌头个做好舌的啦吼。嗯。这是报纸咧报尔，啊来个看民进党，这个民进党一二在十二三拢有咧吼，讲出着这个目前这一任。诶，新的市长吼啊，林智坚呐吼，是毋是会当来参选到这个桃园这一局呢？林智坚有哪落林啦？诶，有林做莫啊，做莫啊吼。但是我咧想拢无，一早有去讲着，但是报无着啦吼。这个林智坚伊是安怎样啊？开未讲吼啊，做阿三哩讲阿未着未啊，唔着唔着着啦啦，伊嘛要坚持讲未，啊嘛要坚持讲唔。因为是拢无讲，伊可能一直在在二三讲这个啊新北市的市长接班，这个是虾米人？伊可能在意家呢吼，伊讲家伊若无处理好的话就对啊啦吼，伊个人的气象吼啊，伊未来要走向虾米路，唔是遐尔那重要吼。啊，恁今仔有看到这个新闻媒体搁在报道伊啦吼，报料真大篇，咱这篇那个看卖的吼，看伊到底是有意思要参选无吼？伊如果若是讲无意思要参选，应该吼，早一天吼，甲这个党中央讲讲唔选，吼别人吼来佫开始布局。较重要，我感觉伊是要落任嘛。嘿，啊当然啦，要落任的中间，心里是本来就伊两届执政啊嘛。嗯嗯。啊，两届执政的中间，要去这个人，伊当然真重要啊。嘿。袂使因为落任了，拢失去啊。不是。啊，所以吼，这个。是伊家己有可能咧，可能人啊，啊，其他嘛故作无下一个路的啊，对啦，伊是望伊咧出来，这是目前新的企业市场啦，副市场，是是是是是，所以这是伊爱按道好势嘛咧啦，有新的是最近两届啊吼，中间就是伊拢知影讲迄个青苔是做啥，啊，种种做一个会出嚟的机会较有，还是安怎吼，安尼，所以啊按道好势，是，啊，就据伊讲要选糖啊啥啦。黑黑毛皮的管理呢？无啊，人当中就是鸡排。啊，鸡排另外另外鸡排啊，啊，所以袂得我变来送管的，伊就先得去后边这个人，伊后边要替林这个人管家扶起来，这伊的责任上重要的呀。我伊也要奋斗的另外，另外中央的处理也袂当我变来选台北，我变选汤啊，我变选新北，嗯嗯，伊袂当家己讲嘛，所以伊是我只相信点点安尼就对了。哎，这篇咱来个看安那写了吼，你讲民进党的桃园市长。就是现任的新的市长的提名，啊，包括这个现任的这个嘛，包括新的市长的提名吼，有五万有一个具体的进展呐。桃园市这个部分党内高层吼，有来甲桃园现任的市长啊，郑文灿来吼辞职，来锁定吼，来考勤吼，啊，这个新的市长林智坚来转建桃园，根据了解吼。
郑文灿唔打骨啦，倒来向着蔡英文总统来表达，唔盲讲林志坚会当来参选桃园。啊，最近啊，这两天冇邀请吼、哦、林志坚甲民进党桃园的立委啦吼，郑运鹏三个人第一道就这个选举来交换意见啦。唔过林志坚已经吼、哦。参选吼，啊，林志坚就对啊啦吼，这个参选吼也未定案，这个方案也个吼伫咧进行当中就对啊啦。当来解读的意思，就是讲林志坚啦吼，对着吼要苛刻啊，并无坚定的讲唔爱啦吼。但是林志坚上该在意的问题就是吼，会当找到适合的这个新的市长的接班人选啦。啊，国民党顶礼拜下拜三已经啊提名请行政院长张善政来参选桃园市长。民进党这方面伫林志坚大新竹吼合并新竹四月破局了后呢，高山甲郑文灿佫再一次将林志坚甲囥入去桃园市长提名的讨论议程，骨力道来询问林志坚吼伊的意向，当来过去调查啦。卫福部部长陈时中啦，包括林志坚啦，拢是有实力会当来打败国民党吼、哦、所有的这个桃园的人选的强棒。根据了解，郑文灿骨力头向吼啊，认着有这个第二市长提名权的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来个建言啦，希望由林志坚吼来转建桃园啦，啊，并且吼持续来苛刻林志坚，但是因为林志坚。伊吼面临着吼新竹市即个市长的接班的人选的问题，过去对着党内相关的询问吼，伊拢作消极，由有关啊杀出即个林志坚来参选着桃园市长即个案件呢，目前同款伫咧杀进当中啦，也阁还袂定案呢。但是根据了解，郑文灿已经伫最近这一两天有来邀请林志坚。包括吼、哦，也被点名到的人选之一的郑运鹏就对啊啦，三个人第一道就这个选举的议题交换意见，那会渴望会当有具体进展。当然嘛，认为要来吼、哦、安排林志坚出场，除了先解决吼、哦、新竹市的市长的人选吼、哦、的问题啦，民进党的桃园市赶快阿个整理位吼郑宝清啦吼、哦、啊。定了这个在地的这个人才在争取提名，当然嘛爱吼先来进行地方的沟通啊，包括找出党内吼各派的支持就对了啦。啊，那针对这个新竹市的市长人选的人选呢，民进党已经将这个新竹市市长的提名，甲规划由原本的初选改做要用征调的啦。目前台面上。啊，有这个行政院的这个顾问吼，郑鸿飞啦，表态参选啦。不过郑鸿飞过去吼，啊，因为吼啊，这个参选就新竹市的立委，曾经有去加入一件这个差地的争议就对啦。新竹系统包括东来部分的高层，也未将伊列入优先的考量。林志坚原本五万公又有新竹市委员的行政院吼政务委员罗秉成来参。选市长，但是罗秉成无意愿，并且传出这个行政院长嘛无支持。这个方案虽然吼持续咧拍拼，但是党内对着这比较正悲观。根据了解，林志坚甲新竹系统吼开始思考其他的人选，近期会向蔡英文，包括党内提出由新竹市副市长啦、沈惠宏来参选的第二方案。这个新竹这个所在，这算个科技园区，算科技大馆就对了吼。啊，这个新竹要合并，敢那像无成功嘛？无成功嘛？新竹关新竹市的房价大于新竹市。对。啊，所以这个就做，如果那是合并有成功的话，有无哈？林地跟伊这个当搁再算啦。哎，那合并成功了，之前还无准成啊，还都是。合并成功，伊就根本就无成功。啊，就无成功嘛。对。啊，合并要成功，唔成功，中央有足大啊，迄种迄落做啥迄个蔡荣官对啊啦，吼，伊咱看咧去。结果你讲看中央未为着要学这个做啥新的好选，都可以合并成功。对啦。啊，学这个做林地间继续搁再选。对哦，这个所以咧，民进党做代志，我个人感觉就是讲啊，呢，社会照起讲啦，安尼啦，
好啊啦，无得啦，话做我咧用，我来甲讲，我甲合并起来，林志坚搁再算一遍啊，伊底下名声真好啊，民调真悬啊，吼，对不对？哈，哎，不一定啦，这选举这个物件万底深刻啦，啊，林书吼，这林志坚虽然一直无表态吼，啊，但是啊呐。你甲媒体啊拍林志坚来搞着一大堆啦，什么咧剃头答应啊啦，什么准备要签合作嘛啦，什么做做，但是不做也袂。对啊，啊就这嘛是报纸啊，这嘛是拢报纸的标题啊，吼对唔对啊？所以变啊报啊，哎呀，这个边听无，边听无谣言，通去用就对啊啦吼，啊这个固然去用去报安尼啦，啊咱就是静观其变就对。我林志坚伊个话表，我咧甲看足少年咧，你讲咩吼？哎，足少年咯，啊，人体格佫真水。伊拿来捡张善政吼，嗯，一个少年啊，一个老的，嗯，老的是袂安怎啦？退休啊啦，去等于厝里养老啊啦，对不对？这少年，这你看规个闽南的八弟八弟吼，哦。这没几岁呢，我感觉林志坚应该没几岁呢，应该四十几岁。林志坚1975年出世的，四十几岁，但是的外表看起来根本就看得不清四十五岁，哎，看得不，啊，三十几岁呢，对对对，啊，现在四十五岁时阵就已经看得超过六十岁啊，啊，伊个四十五岁看得敢那像三四十岁安尼。你个食到七八十岁都是像即摆咧，我跟你讲，所以你这是心老起来可能。哎呀，我食老起来就食，就愈计得食愈老愈计得安尼嘛。啊，林志坚这个真正青年啊，但民进党就是少年人咧出来，少年人就不。因为伊本身第一新店哦，算那是北部这边这样，对咱对伊是较无理性啦。嗯。但是看伊上哦，做少年的，看伊上是有个少年啊，他多啊有，而且讲讲，较几岁啊？四十五岁，这两年录音嘛。我头实在是真长啦吼。有，我回想我家己较早，我四十五岁时阵，人就叫我阿伯啊。啊，林志坚这个问咯，系啊，对啊，就叫我阿伯啊。对啊，还是啊，伊这四十看咧足少年的吼。那这是林志坚。所以要先对着这新竹市的市长的遴选哦。伊为了管理嘛，应该讲啦，那我照我讲是应该有权，伊要留任嘛吼，根本上嘛是有权啦吼，对不对吼？要留任的人也感觉讲，我阿爸责任我足重要呢，你看因为我留任了，容易有实力呢，所以对伊来讲吼，这嘛是一种压力的了，所以有那爱去处理这工作啦。哦，啊，电文站今年要通协调啦，种种啊，迄个阿表官那啦，这选举都非得提名，绝对是高层因的顶面临时安排，这拢因的代志都对啦。啊，咱基层的民众就是等，啊，等待伊这遴选出来了，就该支持到三江安尼尔，对，当安尼尔对吼。何况以单单讲来，未当国民党赢嘛，对啊，啊嘛未当哦，寡党扯着嘛，啊都安尼尔，就这两点安尼尔。安尼尔，啊，就是民众就是中报啊。啊，但是民进党你有哪唔通因为安尼？就认为讲，阮就一定爱去学你，嘿，安尼啦，嘿啦，难怪托个啦，基层的啥物那爱注意者，安尼啦，就安尼尔啦，吼。有滴位无？有，他多有滴就讲的是有滴位，伊本来就足大，特别算特工起的起掉啦。啊，邓文平。无啊。啊，算了。这不来人家啦。啊，疼啊！疼。你来讲个咧，就算，这个要带钱咩？带啥？哦，台北省啊，好好好好。你不能出在里面算啊，你也记得。台北省不新得的吗？还是？你疼没？疼啊！疼啊！哦哦哦！你看他们这个带盐的当，带盐当主店，带盐的当主店嘛，好安尼好。台北省啊，我向红桃我讲不出来。好好好。唱啊！你那想我会想安尼未？没做正常诶。正常。诶，正常啊！你看。我现在没讲台北省讲不出来呢。无，别讲别讲，话别卖上紧张。你看那政治人讲过话，但话未记啊咧。啊，人家在插政治，插得体面。我可以记伊回来人家啦。啊，有。我可以开车，开车个再去到迄个坐过去。嗯，是。哦，好啦，啊，这台北省嘛是想要选通通啊。有。安尼啊，安尼啊，啊，真侪人要选的啦。嗯。有啦，
啊，但是吼、哦，刚刚就是顶头拢无介意个。这临时的代志，何用去晓得啊？哈，我个人总是感觉啦，那准讲真正这个真济人要选啊，坐来庙里挂杯啦，哈。好，来感谢，来进一个广告哈，阿连。啊，那边挂杯回来就无跟挂较准的。有啊，万多的人生，因那是阿门锁门的。爸，你锁门来无挂杯啦？系啊，还是无挂杯啊？挂杯啦，阿连就头啊。呃，进广告啦，阿连咪再个做。OK， 感谢。喂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啊，你好，我谢太太，我来讲哈，谢太太，系你好，我开头讲啦哈，好，我就是过阮翁过五年对吧，啊，伊今年才无地咧对吧，啊，我有迄个压力是毋是足大诶，可能今今年吼，伊无地了，我压力足大，啊，我倒诶时吼，用用迄个气爬袂开哦，爬袂开了后，气爬袂开，嘿，气爬袂开哦，哦，气哦，气爬袂开哦。你这个嘴你闭开，吃物件闭开。哦，提不开啊！你嘿，迄阿伯啊，了后我就，因为我就是多啥，我未去医生看，我就拢食这啦。啊，食这尾也反应，啊反应这是不是会疼？啊，吼耳孔啊，我正病哦，倒病无哦。啊，到尾啊了后，伊疼，我迄耳孔内底吼，我用棉我放起来，我都细孔的，啊听力拢都歹哦。今嘛人阿在讲话啥呢？我阿是正听拢。拢听无哦，啊，系啊，嘿，我都一直继续食，食到今年二月，吼、哦，这里二月，起码五月嘛，吼，啊，起码是二月时，我就去诊所叫甲叫外耳康，就看到底是安怎，哎、嗯啊，结果是讲，哦，你耳康真水，吼、哦，无安怎，但是有健脾，伊温暖啊，你甲安样，哦，安尼就 OK 啊，伊就是我讲，啊，我讲说转来，我继续食，我甲食，食到这个四月，安尼就十四罐，食了了暖。起码拢全完全拢全好去，是哦，这确实厉害。你讲会我是爬袂开呢，啊，我家己嘴拢适应嘛，我家己适应那个大敢那嘴落去慢慢啊，慢慢啊，迄个啊，那嘴那开那开，我无爱互医生看，我就是要食自助餐，因为我相信这里自助餐哦，袂歹，你也确实袂歹。啊，你讲你个嘴吼，踢袂开，爬袂开，是因为迄个压力上大影响的嘛？对，可能。可能是安尼，迄个影响伊个影响真大，因为我家知我身体嘛，因为我食十几年，我讲一向身体，我甲你讲坦白，唔捌咧感冒，身体看还阁袂歹，嘿、哦，我身体还阁算袂歹，啊，了后用，因为我压力拢较高，迄条压力足大个，哦，迄阵啊安尼吃爬袂开呢，我妈妈甲囝讲啊都安尼。我家己去适应啦，无要紧，艰苦就家己。哦，无简单食食咧，尔我才讲，这个自助餐确实厉害。啊，嘴巴未开是啥物情形？敢会当去讲我较详细一个了解一下呢？哦，你讲迄个嘴巴开啊？伊即摆我嘴若咧闭开对吧？吼，食物件吼，伊会疼，闭未开啊，会疼。噎住，遐会疼。算讲慢掉咧，你知无？你慢掉咧，正平个耳孔。哎，反正就是安那，我家己想。哦，你讲影响到对正平的耳康去哦。哎，就厉害不？哦，安尼我听话，你就是嘴闭未开，啊，你硬要甲闭好开，但是影响到对耳康遐蛮。哎，我大家闭，我得接受遐嘛。嘿，啊，伊我知影讲，恁的身体真影响就袂歹，就小讲，迄就是压力。啊，你上大引起的。嘿，啊，接掉嘞对不？啊，耳康足细康的哦，啊，起码但是耳康有较大康，啊，听力嘛，加足好的。哦，迄实在讲起来，我嘛咧甲想讲，我嘛无去互医生看呢，我拢完全无去互医生看，因为我从自助餐袂歹啊，啊，结果就咁样，食安尼拄啊半年十四罐，四月完全拢讲好。安尼哦，我来讲。一讲食三拜。哎哎哎。诶，你啊，确实，咱讲食确实袂歹，我像我长脚步，你知无？去，因为我爱行路嘛，爱运动，啊，去有发炎，敢那会疼吼，啊，去有医生照。伊甲我讲一句话呐，伊甲叫我照电讲，我以前我唔捌咧找医生，找医生看嘛。啊，伊甲我讲，哦，你的骨头有够水呢。哦，伊甲我讲安尼，啊，我先讲就甲伊想讲，可能我是食自助餐冇关系。因为你话食一段期间啊嘛。哦，我食十多年咧。是。我是感谢阮翁，阮翁无的是，伊有讲一句，叫我爱继续食，袂使甲我等。哦。伊甲我讲一句尔。嗯啊，但是我会继续过做，啊，但是我会感觉讲。家己顾身体，人阮遮个人社区嘛咧讲，如果你个身体，我来看敢那拢袂歹，啊你是食啥物？哦，啊那像你平常食
吃三顿你要正常。嗯嗯嗯。安尼你身体你才会好。安尼吼。哎。啊，我那甲咱倒些报了对啦。对啦，我会安尼，我会安尼甲你。那因为谢太太，我甲你请教一下，你到底对他吼？我住你这个新庄呢。哦，新庄家吼。哎，我新庄家。哎哎。好，安尼感谢你，感谢，多谢，多谢，来来，感谢，感谢，感谢，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咱都只有听到咱新增谢太太吼，伊有来给咱做这个见证。伊当期就是咧照顾因先生吼，当然有可能因先生吼辛苦病痛，咱知影顾病人压力足大，压力足大。啊，而且吼，这个压力大吼，会造成什么款的镜头呢？就是咱的免疫力会下降，这拢已经经过吼，侪侪的医生的证明啊。你人如果那压力吼大的话就对啊啦，你的免疫力会下降，免疫力你若叫降落到底就对啊啦。什么镜头你拢有可能会去感染着，感染着真侪镜头。听众朋友，像拄只吼，咱新增谢太太伊就讲吼，伊过因翁了后，当然讲因翁已经过往去啊吼，去做仙啦。哦，去做先啊，咱而且个祝福啦吼。啊，当然啊，过往去了后时阵，伊感觉讲伊压力上大，所以讲地主就讲，迄个嘴会变袂开啦。啊，这个嘴变袂开吼，咱嘛是第一道听到的。但是吼，伊相信咱圣山公司诶，圣山许多山，因为伊以前有那个人做使用嘛。因先生过往去的时阵，伊嘛交代谢太太讲，你一定爱去继续回家，一段搁再继续回家。短吼，互伊这个所谓伊都有讲讲牙齿，迄、那个嘴开袂开，慢慢即马好去啊。连讲连迄、那个讲迄东西，即个耳腔讲安怎样啊？嘛即马因为讲食青山许多山了后的时阵就对个啦。伊即马吼耳啊吼结束清，你听吼声音结成大白，真好啦吼。咱这是真好的物件，咱增强免疫力，增强抵抗力，真好诶物件，保护咱大家知影吼。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哦，这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哦，非常的感谢吼。咱今仔日有听到吼，啊，咱这个国内吼又讲吼，有八九万名吼，啊，包括着这个感染着吼，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吼，也毛七八十名来归往去啦吼，这人数拢一直在增加。不管是这个确诊的人数，还是死亡的人数，拢一直在增加。啊，这当中有真侪吼，拢无住乌龙虾，啊，冇真侪吼是拢慢性病的患者。啊，这无住乌龙虾，本身你的抵抗力、你的免疫力都歹啊嘛吼。啊，再加上吼，你个慢性病，啊，你多相顶无保护的情形之下，就对啦吼，就容易感染着中国病毒武汉肺炎，这一定要注意吼。啊，咱直接嘛是要甲咱听众朋友来做推荐介绍吼，咱圣山许多山，伊内底最主要有两大成分，其中啊，这个最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日本侵害了起来的安卡金、甲壳金、甲壳素、甲壳子，这已经伫二三十当前啊，经过这个日本政府开发吼研究成功啊，对着这个啊，伫日本的电视台吼啊 NHK 对着这个全世界。来公布吼，这个许多山这个物件，这是二十一世纪救人的好产品。这个物件最主要是会当吼清除掉咱北来的毒素，咱北来只要有毒素的话吼，伊会甲咱清除掉。增强免疫力，增强抵抗力吼，会当做一个新陈的代谢吼，拉散啊，歹的、老的、旧的，甲去除掉，让咱这个新的健康效能，搁再吼啊成长起来。另外就是绿茶的多酚儿茶素，这个绿茶多酚儿茶素，这嘛经过咱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陈建平，伊的研究团队对2003年，迄当时，诶中国肺炎吼 SARS 就开始一直针对着这个绿茶的多酚儿茶素来甲做研究，一直到甲最近两年过来，伊已经研究出成功。青茶的多酚儿茶素确实伊有效吼，会当来控制。来吼，啊，来控制着这个武汉病毒的生团，啊，这个嘛已经经过着咱卫福部的医师杨志清的医师吼，的证实呢，
杨志清医师伊嘛来证实讲有效，这个生地多酚二叉富，伊有效会当吼来增强免疫力，增强抵抗力。这份资料报告吼，这是伫2021年八月二十左右时报头版的新闻报道。当然，听众朋友，如果咱若起初拄打听到，有可能你会认为讲，哎，安尼我是不是生地加啉寡，啊啉较侪杯吼？这若听咱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郑建廷教授伊讲，吼，这无效啦。你这个啉生地，你要啉几百杯、几千杯，无路用啦。啊，你一天你我当啉几杯，无可能的代志。你若啉三四杯啊，你就一个巴肚巴甲肚肚肚啊，就对了，便所走袂离啊。上盖重要，这个绿茶多酚儿茶素就是爱克着。咱的这个啥医学科技，来个浓缩调整，来个催促起来，这种来的是较有效。咱信山喜多山内底成分就是安尼，增强抵抗力，增强免疫力，信山喜多山吼。咱从嗰边付费叫个专线电话：0800-0500-668，0800-0500-668，感谢吼。来接到咱们有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一首真好听诶台语歌曲吼，一首诶歌曲吼，这是啊真心美苏来演唱，人生亲像看电影。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办哈，电话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弄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来感谢啊，咱个继续来甲进行节目，看什么来？来，咱啊继续来甲看这个桃园国民党的这一局就对了啦吼。你讲国民党的桃园市长吼，被提名人张先正呢，昨昏嫁到这个桃园市啊，议长就对了啦，区一成吼，讲有约要见面，啊，结果无成功啦，啊，这地方人家解读讲吼，去踢到铁板呢，啊，张先正呢，今仔日吼规划透早吼啊，来去吼中港来拜会赵小康啦。啊，下晡食拍算吼，要去桃园，甲国民党的三位在地立委吼，卢玉玲、罗明铁啊，包括这个万美玲来见面啦。但是卢玉玲已经甲呛声啊，讲唔免见面哈。这个国民党的出席来征调着张先生来参选着桃园市长，引爆了党内一大乱呢。啊，党主席朱立伦啦，包括秘书长吴建鼎啦，一个有张先生要紧吼，接小连线跳出来回击的，但是听讲效果无效啦。啊，昨昏透早九点吼，空四分呢，张先生突然间伫媒体的群组发布讲，十一点要去桃园市市议会，要去拜会啦。临时的公开的行程，当时这个议会正在进行总质询。根据了解，柯一成是收到朋友的转传，才知影讲啊，已经吼想要去用被拜会啊，安尼啦，大赶紧请伊的幕僚来通知张先生团队啦，讲议长今仔日咧主持议会，无法度人喊伊吼消约啦。啊，这个张团队啊，这个张先生呢，的团队原本表达我们维持原来的行程啊，但是后来又搁惊讲，哇，这那去那无人要个接待的时候，伊嘛算闹亏，其他着替帮呢，同啊吼，搁改变行程话题，同啊搁再洗翻头，对待巴肚等于九合之力第一次吼，就是去吼，踢着替帮就对啊啦。但是根据着所了解，你讲就对啊吼，讲这个。啊，桃园市的议长吼，不是无要下面见面呢，不是无要下面见面，意思是讲唔通只低调，嘛唔通只高调啦。你安尼风声放呀，安尼报互媒体知影。啊，我迄阵啊，拄当咧甲你骂尔咧，拄当咧甲你呛声，讲话啊无代无事吼，甲你征调，拢无甲你通知一个，阮做哪有亏呢？伊的意思是叫伊对后尾门啊背堂啊面离开就好啦。不是偷偷就对啦、啊。我表面上我做受气啦，骂你朱立伦吼，做工过拢无咧吼，尊重阮只地方的啦。啊，我都拄当骂完尔，我都有呛声讲气啊未消的啊，你忽然间这里那高调要来见面。要喊我消药，阿媒体部讲靠药，阿你故意想唔弄个气价，对啦，别搬。偷偷来啦，阿恁偷偷来见面安尼啦，阿林刚变阿粗鄙，阿个做粗鄙安尼啦。对啦对啦，所以这，哎呦，这是苦的就民主。伊个你骂了啊，骂了，从家你即卖行业，你即卖答应讲谈你见面。哎，拢用错事。对，所以呢，因咧处理代志，就是迄个手路未油路，你听下喎，哦，手路未油安尼啦。所以啊，你照你讲，伊即马为着你襄阳批张先生，真底下掠讲受气，还是伊公开骂呢？公开骂。哎呀，伊公开骂，你唔得过一阵嘛了后有无？还是讲私底下用电话同伊沟通个一段时间了，再来讲拜会，唔是？打公开骂了，你啊，虽讲我要来见你，啊，这干那像你做大咩咧？我咧骂拢假骂，对。即马假歹讲。有啦有啦有啦，跟住啦，有，来见啦。那这个桃园啦，照朱立伦的讲法，是民进党话暴乱，唔是因暴乱，那你就该爱就继续落去啊，是吧？继续看那看那去舞就对了哈。来来来，感谢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哈。今仔日做西报哈。诶，头版头有一个美国、日本、印度、澳洲啊，啊，因来发表声明的对吼，讲反对片面来改变现状安尼啦，这叫做四方的安全峰会安尼就对啦吼。
啊，这内底呢当然有强调吼，要维护着这个东海啦、南海啦，这个叫做航行甲飞行的自由。简单讲讲，你中国啊，伫个这个叫做三亚岛屿啦吼，也是咧接岛礁了着，吼、嗯，啊，坑坑一大堆军事设施，未使安尼啦。嗯美国也签过话啊，讲你伫岛礁迄个礁石顶面所做的扩展的军事设施，我一年就当甲你方向白白。嗯，那我希望美国真方。哎哎哎，对啊，真做啊，他人家方向白白安尼啦吼。好啦，啊，这奇怪的咧，这连连得重要的所在，台湾那也不敢邀请你噶，真出奇。好啦，进广告，好来，感谢。来，即马即个外口乌阴天啦吼，啊，当然气象局有报啦，报讲全台湾吼有真侪关系吼，即、這个大雨已经准备来啊吼，啊，所以大家吼稍微注意一下啦吼。对对对。啊，嗯，开车啊。嘿嘿，开车啦，开车啦，伫山谷里边啦吼，诶，拢爱注意啦吼。啊，来，非常感谢吼，咱时间的关系，咱暂时先从时段到各电台做工商服务，稍等下再来转来，感谢。大家好，我是林家良。你即马收听的是上有林精微的绿色和平广播电台 FM 97.3。准头你问我，我生命中上快乐的代志是啥物？我的回答是帮助别人。同乡亲看到我总会讲：“阿杜啊，最近搁你无闲写咧。”因总知影我停袂落来。为大学的副校长、立法委员、市府首席顾问、航空城董事长到参选通市长，我总要求家己。尽上大能力帮助别人，用上强的意志建设自己的故乡。我是黄锡德，希望大家支持。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哎呦，我声音不走起了，啊，听个长精彩，啊，这算什么垃圾啦？老张诶，我较早跟你同款，听一了节目就哎呦气神露命，人现在我换一台定频的收音机，你看我最爱听的社科平电台节目，只要选择数字 FM 97.3，甲试一下快速键记忆，固定起来，永远拢袂走台。听起来阁真好用诶！诶，姐啊姐啊，你发电话吼，我要变回台，变送阮朋友甲亲戚。安尼，警卡2973-0409，2973-0409，联系和平电台专人，马上送甲府上。你敢知影正毒里顶巡逻网是虾米？哎呦，连这嘛唔知，我跟你讲，为着要营造安全佮健康的学习环境，教育部含警察机关同齐建立杭州边的电巡逻网，查看卖敢有少年家有做不正是违法的代志，好好啊来个反抗抗噶，维护杭州周边环境的安全。安尼啦，杭州就较安全是无？黑讲就讲，告大你就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医生啊，我吃药了后全身去红疹。吹破还阁发烧，那哈咪？食药啊期间有起疹、吹破、脑痛、目睭红、发烧，都有可能是药物过敏哦。正当使用合法药物，造成严重药物过敏住院，可向药害救济基金会咨询02-2358-4097。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提供。阮拢是伫遮在等待，伴你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今一点在的地。茫茫，惊人会了解阮是尊敬的阿狗兄。听众朋友，真好用的齿膏要来介绍给你。白砂丸牙膏、白砂丸齿膏，随破细菌老化、气化不正、敏感酸痛、口臭、牙周病，来个用拢有真好效果。我40几岁时阵牙周病严重，我用到即马10多年来，安尼拢甲用这条白砂丸牙膏，即阵呢已经60几岁，
我喙齿换过个用用用，喙齿过个在在在。医生讲我即卖齿换是健康的，你有要用看卖无？叫个专线，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你。好嘞，感谢啊！伫咱宁波各电台刚相差播了后，咱阁转来到咱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送位服务三明大请产品直接把咱送到咱的手内，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也请咱公司全国免费叫回专线电话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办哈，啊，节目有点小李阿先，小李姚林，感谢李总领官，李兰山上来甲咱做先困的服务，来感谢啊，咱来听歌哈，听一首好听歌曲，下面再个倒转下来，来邀请听众朋友坐来欣赏一首，这是咱秀娜李太太来点播总领官演唱的歌曲《翠心花》，来，我到民谣嘞，以民谣了对啦哈，民谣，是，好来，《翠心花》哈，来共同欣赏。寒夜无伴，我在岛边，看见灯开，一蕊花期，含在旁边。有情，映入心内，思念东西。
阮一生。好啦，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这边会的叫会转线，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感谢继续进行这部看新闻来。啊，说啊吼，在这个，咱咧网络时阵哦，高雄有放到有人客吼，网络人客有咧点对咱打贵姓去，两日来梁山大诶吼，是迄歌啦，你得讲叫啥物名？孙静诶阿高兄，孙静阿高兄，我第一个听个高腰，就是日本诶迄、那个，这个。那個中德平门，中德平门，你骗咧吼，安尼，做梁山大已经啊，过用几啊日啦，啊，对我来讲哦，实在是心内感触真深啦，很用心讲吼。啊，我一讲伫个网络安尼，也伫梁山伫咧讲伊个过去，还佫站还佫少年咧，讲过去，通担心啊。这种朋友人看到迄地就知影，但但三我伫阮台南市最出名一个播音员，过去是就是台北市咧播，啊过来啊，稍微啊嘛伫中部啊倒位，啊尾下开到台南讲定居伫台南安尼个对。啊但三我迄个目算我老师，因为口白，我笑口白，伊拢教我教。伊个背唔完，但是伊做个公口白，口白有伊声音够水个点，哎呀，第三个东西个在伫台湾市吼，是第三个是最出名第八个教育个那个地方。哎吧，中南军东就是家己老细呢，我不是贵个拢去稻田，逐工咧都稻田个对啦，哦，谈名位啊啦，名位啊即卖要跌啊，啊谈罗姓夫啦，谈第姓中即也无位啊，啊第姓中阿姓阿都知影，对对对，啊即个老辈问啦，啊贵啊大川啦，大川大伯啊，即卖唔知安那，我嘛唔知吼，川安那吼，安尼吼，迄就是迄个，迄龙飘飘，龙飘飘。我飘龙哥没下出来，今天我讲龙飘飘，龙飘飘的兄哥叫载川，我那台湾台南做背门员，后尾有去台北，可能都搁咧做背门员款啦，安尼啦吼。啊，所以用细数啊，见来做拢袂，人个岁数真紧啊，真短啊。龙山大，等我是三十岁了吼，迄阵我个少年家咧，起码我有那七十外个啦。阿姨叫我误会。啊，同有七个伫高雄个餐厅，啊，同郭景文老师啊见面，啊，大家伫遐咧食，拢是做啊八门。梁山的一个迄个兄哥个囝，去算因孙啊，伫高雄，什么名你敢猜？梁林。梁林嘛，迄是梁山的亲孙啊。哦。梁林，咱啊高高雄市，咱高雄市也是有听到咱节目嘛，吼。咱啊高雄。那听到梁林就是梁山的亲孙啊，安尼个对吼，伊个兄哥会惊安尼。啊，梁林嘛，谈我足好啊，阮拢足好就对啦。虽然我是无大理，他家无大理，伊个背唔改的孙啊，我咧唱歌的孙啊，因个爱听我的歌。啊，大家拢足好就对，安尼个对。哎，啊，即嘛，三亚因咧都爱啉两杯啊。哦。啊，迄个梁山伊把伊家己伫电视去一讲，我看咧电视伊把手讲讲讲，那爱啉两杯啊，那个对啦。哎呀，哎一下，啊就叫出名出来，来笑我听，笑我听，那个对，哎呀，我就伊个笑我听，安尼个对。所以我一阵是真心实，我上少年的一辈就对啦。
今嘛有那七十几下呢？嗯，是啊，嗯啊，是啊，但是孙年来你个几岁呢？咱做节目你个几岁呢？嗯，那阵三十桶吧，三十桶你怎么没得三万呢？对啊，对啊，所以勇气大劲哦，所以我是有够劲的就对了。嗯，三万多也无去啊，首先有大也无去啊，反台南的啦吼。嗯嗯嗯。啊，中间什么中山大什么啊，转去啊，那就对了吼。所以是大，所以我的鬼是足紧的。对啊，八条嘞，真正，真正台湾那控制好在八条嘞，对不对？阿伯哦，哦，比较用咱常听的一地歌是啥物歌？嗯，长辈在哪里？哦，对啊，迄阵迄个宋楚瑜去行，宋楚瑜去行代志，中间一唱这地歌起来，这地歌就是咱记录各样记录的旧伤。啊啊就算他都会要你列武器过武器起来我在就算他都会掉。嗯。所以用西罗现在长辈在哪里清啊两位掉啊东西给他送走路为西尊啊你看哎欧洲送路为康。哎这是有够钱的就对了我现在都没也去不长辈在哪里都没短棒反正挺好啊讲太谁啊然后一告他别来没得就挂啊杜西尊啊我现在就听。因查囝吼，有咧唱嘛，都时阵我那上电视，他查囝做伙安尼就对啦，都时阵啊啦，啊无专门咧唱安尼就对吼，啊所以说准备当啊，迄个时阵是唱啊调袂调，看几档啊，你个想法嘛？是，哦，诶，创作了一档，哦，几年啊？1999年啊？2000年啊？2000年啊？1999了啊？诶，刚2000年对啦，2000年。这是唱啊两条啊，三百单啊。梁山应该较出名，歌是那条歹命恶狗兄吧？对啦，上头一地啊。哦，那地是地唱，伊唱伊出出条歌啦。我那我那这几年都听过。我前面的医生嘛，伊唱的啊。我那阿狗兄这是贵下的嘞，贵下的阿狗兄。我前面医生嘛，伊唱的啊。什么医生？什么流浪的魔术师啦？不，流浪魔术师贵在少。那是贵在少。伊阿狗兄唱真多啦吼，但是伊本身也音质。就拢较感情化，较有属于感情歌，安尼对啦，哦，安尼，所以对大有那真舒服啦，好安尼啊，好，做生气啦，啊，咱来做生，哎，问个试试啊，做人歹命啊，哈，大人讲的你嘿，啊，这个大家大祝福起来啦，好，好，啊，你已经要转去啦嘛，转去都。讲贵是起好命，对啊，起好命，人家讲拢讲起好命，过来这世间艰苦啦，是是是，好来，好感谢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班哈，简单来查一下，这个就做新闻消息，咱即马网络足方便哈，啊，所以哦，有一寡讯息啦，什么种种咧，网络咧传咧传的速度真紧。啊，所以咱政府拢有一直咧拍迄个广告嘛，吼、尤其是即马咧防疫嘅当中啊，对着一寡即个疫情吼、卖乌白传迄个叫做啥，迄个讯息啊，啥物货吼，即细里吼会去卡着迄种所谓迄个疾病传染病疾病防治法内底吼。啊，咱即个咯网络吼，除了讲即个讯息咧传进以外，买物件某个团购，嗯。当然是透过这个网络了，对吼，啊，大家少少做伙，啊，买了一定的数目了，就当较俗，吼、就当较俗啊，吼，团购啦，啥物种种，啊，竟然讲后尾就伫网络顶面啊，少少讲啊那呢，少少去爬山啊，少少去爬山，嘿，网络顶啊，少少爬山，但是问题是，伊这毋是实在足久的网友啊，就临时几个啊人啊，可能是群组还是啥物会看到，就讲啊，我要来安尼就对。结果一个去吼，啊，这大家不是足好的朋友嘛，啊，不是足好的朋友的状况之下，大家咧赶路的时阵吼，特别特别注意到这个叫做落地阿伯迄个人。哦，我对不对？我对不对？我对不对啦吼？啊，结果呢，这个叫做啥呢？伊说是一个40岁姓林的女子啦。40岁姓林的女子。有，啊，23号就是做林吼，啊，甲3个朋友吼，就是透过网络熟识，啊，讲去爬迄个叫做啥？爬一粒伫咧苗栗甲台中小交叉，叫做石湾山啦。石湾山。石湾山了，对。啊，但是呢，因为伊是计划是东港要来回嘛，哦、所以拢无炸什么物件啦，就轻便的安尼就去爬山吼。啊，结果呢，要回来的时阵吼，因为日头渐渐落山啊，你咧啊，做位去的这些人吼，大家唔是伊就足
足好诶，迄个交往过啊，是啥物种种无？像咱反正伫安尼啦，系啦，无啥物盘烂啊，就网络少少，网络少少熟悉安尼啊，记者边安尼尔就去啊啦。对，啊，结果伊去对人去爬三个人，啊，加伊多四个人，安尼去爬迄俩，迄条说是完山诶时阵哦，讲少诶人也无好啊规划路线啦。啊，上好笑就是讲少诶人本身对这个山路根本无熟，诶，佫无熟。啊！伊在四十岁对人咧爬的时阵吼，即卖来日头渐渐暗落来啊，吼，含伊做伙去的怎烧钱啊，或赶路啦，赶路要拼要拼落山咧就对吼。啊，这个山林的女主因为体力站袂掉啊，啊，怎安尼落地下边哇？啊，落地下边了头前行，也无去找人啊，也无翻头看咧啦。啊，上含的就是讲吼，伊去兼跋落山坎边啦。啊，跋落山坎边了是好交代人拢无安呐。但是迄个手电啊啦，啥物种种拢拍无去啊，系对。啊，迄阵已经是下暗八点外就对吼。啊，即细里面入住咱讲真诶，伊啊贵起来。哎，啊，讲起来伊啊，我那算冷静啦。哦。伊怎伫原地迄个所在吼纠正未安尼就对啦。纠正未？哎呀，要纠正。暗时有啥做念啊？对，啊，伊咧讲过，我当时有落着小雨啦，啊，伊是未感觉腰嘛，未感觉特别冷安尼就对吼。啊，好加在过工了呢，伊则家己啊。去爬用爬，一直爬到到这个手机啊有信号的所在。阿姨上来讲无感情。对，阿讲无出来哦。奇怪的是，伫家里咧恁未离世的准则讲，大家网络熟悉无足深交。感情咧嘛爱出来啊，现出来无嘛爱报案呐，讲感情的事啊。啊，结果伊是家己爬到这个落座山的有迄个手机啊有信号的所在，有信号的所在哈，才卡这个落座一救哈，啊，请人来解救安尼就对啦哈。啊，这个就做三个上限的，就是拄在中老哥讲，做伙爬山人事后竟然拢无协助报案啦。对啦。哦，啊，大家传咧，这个就做三个，这个各自回家咧就对啦。啊，拢无感觉减一个。有啊，所以吼，这个。啊，先啊，咱反正来去啦，减一个，咱两个有可能等啊。啊，有人啦，东胖伊啊，咱两个有可能拢等啊。当然一定会伫遐等看卖啊，啊，等无的时阵。等无不按吹啊。你若等去吹上暗，贵啊嘛，贵啊嘛，贵啊嘛，都要吹啊。有啊，因为主要这是网络开的啦。啊，网络。啊，都大家都唔是有介深交就对啦，吼啊，所以。即讲今年嘛无，照你讲个准则讲无啥物交情，肯定做伙去诶啦，碰一下，你嘛爱去报案就对啦，吼。对，所以即个消防局伫遮咧呼吁吼，即个要爬山是真好诶活动啦，不离过吼，爱好好啊做一个路线诶规划啦吼，啊即个装备啥物吼爱扎好够，是，装备啥物爱扎够有诶，但是咱即多数作者拢是爬两三点钟诶啊，两三点钟另外一回事啦吼。啊，你若是讲有咧行，大概一讲的，即爱炸寡装备安尼吼。啊，至于讲爬山来炸什么装备啊，什么种种这些，我就较无了解啊。吼、哦，因为我就较无啥咧爬山吼。啊，这个就做啥呢？这个消防叫你讲网络烧焦爬山，你讲安尼唔好，足危险啦。因为你也无了解对方什么人啊，嘿啦，对啦吼。啊，嘛无多互相了解，这个就做啥呢？参加的人的体力好啊歹。啊，像安尼定义就是叫做丢包啊，好像丢包啦。一般吼，你爬山吼，伊你若讲真真正正有规模的登山队吼，伊是有一个队长，队长吼，伊要爬啥物山，伊的身体，规划好势啊，先去看，啊，然后的时阵，当然那支山伊捌爬过啊，爬过山迄个基础啊，吼，啊，开始爬，队长会带头，啊，伊会吩咐一个内行的，当我这支山做只爬人啊，安尼咧爬，啊！一般咧爬山是安尼，拄阿生我听听下就对啦啦。哦，迄个网络少少去，迄种拢唔是，迄种迄种拢唔是。在树林的啦，树林的啦。我听你咧讲哦，刚才我有来行哦。哎，我讲我咧爬啊，本来咧爬大了咪是迄个深咩，还是？我上悬要爬到迄种迄个2000多公尺的，迄个已经是咱台湾的百岳啊。哇，那足悬啊！一直抓起两大块，拢差不多要爬到。哎，听讲哦，讲来愈悬的时阵，愈无空气吸。你不一定大家都這樣，但是你要爬到足高山的時候就感受到，但是他就站在缺氧，缺氧你會感覺他容易喘，跑開門喘，他也容易喘，對，你爬山成本就是一定有一個人在頭前，一個人在後面，一個阿後，一個在頭前，你要爬山，你若是外行人就對了，你千萬一定要對內行人
你兼熟悉，像拄只，也是我听听喺内面拢无半熟悉。一般咱咧爬山吼，含汽油加同款啦，一吨人，咱咧吼家己两三下好朋友会结几球。嗯，爬山嘛是安尼啊。嗯，爬山我若有两三下好朋友，我会结几球啊。咱三就行一组，虽然是大路安尼行，但是诶，其中的两三下就是行。行一组啦，你像咱三个人，甲做伙咧行，那摊十外，一二十个去，咱三个接做伙，咱三个诶，自然接做伙，拢是安尼，你得有熟悉，得哪行哪开干嘛吼？啊，你若无熟悉的话，我含阿星我无熟悉，我含周末佫无熟悉，我就惊我诶，啊，恁惊恁诶啊，惊伊。啊，阿星若较慢，爬较慢诶，有可能我嘛袂去，因为我无熟悉阿星啊，所以我袂去，袂去甲关心啊，袂去甲关心讲啊，你安怎样啊？这是上界危险诶，看过。然后爬山吼，你爱。先了解就对了啦，你爱先甲迄个带队的人讲讲，这支山是单一条路的吗？这支山若干那单一条山路就 OK， 你若爬未到的话就对了啦。你若爬到一半的时阵，起步的状况艰苦啊，你当坐弯道，照弯路迄条山一直行落来，行到恁什么车停伫什么所在，拢躲避附近的嘛。等你躲到车边遐等，等到迄队转来的时阵。你阿个坐一下等，话是坐一单车去的，话是家己开车去的。啊，你阿家己开车去的时阵，你要拍算你家己用手机联络。啊，你如果你阿爬这支山是有车路的，行到两差不多吼，行一二十分钟啦，半点钟啦，是点钟就有那一条车路，那条车路。一般登山队拢十步条啊。哦，十步条，对，山路半钟，一步一去。哦，啊，但是那十步条后手有人在控制啊。啊，因为那步条拢是好弄的做的。啊！你伫山顶白白个，我跳起啊，无要甲你偷走啦。嗯。但是你若吼较有迄个啥，较有像我若去爬山就对了。我是安那头前行到车路时，我是白布条啊，啊白白个迄个压凹来到出迄个压凹，人只布条就偷起来啊。嗯。哦。只只布条，因比如我队伍有十个啊，我队伍十个都第一个是总队长啊，啊尾下佫是压凹的啊。嗯。但是总队长行到车路，伊对这条迄个山路是内行的嘛？行到分车路，伊会先。啊，偷起来不多嘛？偷起来就是卖甲笨手留伫山顶面啊，因为伊个布条啊是吼，拢是即卖布条啊，拢是弄做的嘛。弄做。弄一个做的嘛，伊就写讲，哦，譬如讲吼，圣山登山队安尼啊。啊，你白伊个白条手啊机嘛？嘿，白条迄个手头面啊，啊白条手机面啊，互你知影，互你看下只讲哦，啊对这条路去。对啊。你压后的人就是一条爱甲偷起来，你就一直顺顺意行呀。有个人啊，要转来咧。啊！要转来，算我呢，佮另外考白条转来。哦，无有关，你去山下对，你山过，哎，嘛是有弯路转来。啊，弯路转来，你过条反正。无啊，弯路转来，算你就是队长耍头前啊，都 OK 啊。队长，迄个总队长耍头前，我就对。一般你脑子中对起，都讲 OK 啊，因为都来袂喘啦。对起袂喘，你讲袂少。有啦，啊，但是有人咧讲，迄个落山比上山较吃较高，啊，受伤。去爬山呗。诶，拢唔知咧，你若是对唔着边，就是安尼啊。所以你若是对山无内行，你千万唔通一个人去爬。你个隔隔山，你哪能管啊？山海啦，系啊，做一样咪所在。你个千，你个隔山，你个比如讲，好像一千公尺以内，这种算唔是做关山啊？系啊，你嘛做一样嘛？大冈山系我写啊。大冈山系算拿一万爬山的人来讲啊，对啊。系唔是咧爬山啦？靠妖！我特工较早少年，阿兄两个咧做一孙娘呀。大江路线，伫南岛路线，拢开车去大江山咧。算讲伫啊，算讲都行一个运动安尼啦。哦，是安尼哦，你爬山。上中心林场安尼，迄嘛唔是，迄嘛无算爬山啦。你是听咩？啊，你都唔怕你爬人，你就感觉。下骹哦，爬起个顶头到迄个飘云寺上顶头个一条公路个为飘云寺后边，伊一站一站楼梯，一站一站行落来。贵州啊，我听啊，足听的。但是我直接要甲咱听众朋友讲，你若有兴趣要爬山吼，你若唔爱咧爬，罕得咧爬，你千万唔通对爬关山。你爬关山无要紧，但是你千万唔通对登山队。哦，因为登山队大家拢用卡，大家偏向就大家拢做一件。啊，但是咱这个千卡，咱这个那个马卡的人，对啦，你为着要对，对甲足艰苦的，啊，你唔对的话，对啦啦，你只啊。停五分钟，人已经唔在惊话，你找无人啊！你找无人啊！哎呀，他以后要等你安尼哦。啊，登山队伊就是讲我的目标，我就是讲对只起起行，我拍算中岛，我要到迄个宫殿，我就开始要底下煮饭煮面，底下要食中岛顿啊。啊，我若要等你的话，我无法度能中岛十二点
那个宫殿啊，宫殿啊，哎，这几号董事几号会？哎，这几号后边人行，安尼对啊。哎，啊，无要紧啊，但是咱有当时啊，是咱迄个马卡的人，咱来看头前意见啊，是喏。咱会，咱心肝头会一种的歹势啊，感觉讲，卖互人等伤久哦，咱卖对要行，啊，你要对要行就做错就。OK， 那就赞美点啊，急啦，是急啦。所以人无啥咧白人，你千万唔通对登山队。但是佫有一个原因袂得啊，你咧白一定爱有伴，啊，你若白甲已经足艰苦啊，卖硬讲我来到遮，我一定要攻顶，无需要。你个体力都赞美掉，你就无法度，你就西环岛倒转啊，无一定爱白甲山尾溜啦，无一定爱安尼啦。这个警方咧讲这个案吼，伊这三四个招招的啊，就去白啊互相网络，佮网络熟悉吼。啊，结果判伊一个无落来，一个其他的人佮无到三工去报案就对啦吼，也无备案，也无啥物状况。对，啊，这个警方咧表示哦，那互你放落来，这个朋友后来若发生意外话就对吼，哎，恁这事搞做伙的遐就对，是爱负责任的，爱有刑责的就对啦吼，这要注意就对啦吼。好啦，这个爬山吼，咱讲真诶吼，爬是讲先啊，啊，无讲做实习，干网络还实习呢，安尼，大家知影呢，讲安尼爬就来爬安尼哦。哦，网络做这网络这么招团诶物件有够侪了，对不对？你捌听过迄个网络无实习呢？讲安尼无偌久，讲无几多，我就去用骗几千万去啊！嘿嘿嘿嘿嘿嘿嘿，这网络做侪变啦，网络这卖实在是在细里也用安尼。我表示网络啊，对啦对啦，有当时爱做注意个陷阱啊！啊，你讲一定着老大人较用网络去用骗钱嘛？无影，常常拢是迄个二三十岁，就去用骗钱，对不对？没啊，会再着报一个女个银行个行员呢？哎，安尼哦。在做伫银行内底咧做工过，啊，毋是拢训练过讲，人若要汇偌济钱，都爱家己提醒，这是毋是有诈骗集团啊？啥物？结果银行的女行员27岁尔，对吼？27岁尔，啊，落去有人骗的，加加要几千万的呢？哦，系啊，啊，伊个盗用着即个银行内底公款那么的所在咧，嘿，偷摕银行内底的钱咧，互一个完全无熟识，完全毋捌见过面。啊，我就想无啊，所以我就足好闲，讲这到底是安怎样讲的？连名跟姓都，哎，全名姓，所以阿刚生一日走安尼。啊，到底是查甫查某嘛？是查甫查某嘛？唔知影。但系我咪还没结婚呢。天天讲咩走，咪咱讲做行啦。都干阿伫网络上啊，称呼伊就做行呢，就对啦，啊，到底迄人什么人啥，什么完全拢唔知。啊，靠！你走我走我。对啦，安尼讲有法多甲骗800几万安尼啦，要甲900万。无，怪你入去。盗用公款呢？对，还有个人盗用公款，叫那个检察官起诉啊。人啊，看无到，卖讲人看无到啦。那依咱查甫咧讲，即讲连手都还袂牵到，就已经向骗几千万。我就想即看到你180几，唔敢讲我。无啦，迄伊个是我，伊个是我感觉吼是上含嘛啦。迄后者吼，伫网络安尼伫遐咧开讲的过程当中，人叫伊寄偌济钱，伊就空空啊寄偌济钱去，连见过面都含，见过面。什么关系啊？呢？啊，就想要结婚啊，就对方来讲要含伊结婚啊。靠，伊也无看到人是咩啊？啊，时间咧，像我种离婚啊，迄伊假死。这个。即个即诈骗的，即吼，啊，咱事实上讲无时间去报伊即种相关较详细，安那讲骗啊啦，啊啦无伫网络中会当找着啦，会当找着迄种所谓迄落啥，迄个起诉书啊，啥物伪装状。有当时啊，你茫看这银行诶，应该有学问的咧吼。当然啦，啊，多银行会当考虑，应该是有学问的。啊，咱做这个行为，可能不可思议。系啊，那是可。啊，咱不可思议，真正安那想无讲，你看做安尼咧，靠股票赢的咧。太讲，来啊！咱就报过足济啊！啊，这个就做啥？这个新闻就是去互诈骗集团骗啊，戆细就是银行的行员，去甲阻挡的咧。安尼哦，好对唔对？系啊，银行啦，又叫行员弄训练过嘛，啊啦，碰到这个无思想的这种啥，迄个情况，这做应该检讨了无？无啊，无啊啦，这绝对无去的啦，这个吃官司的，啊，那个贵银行交几千万来赔呢？哎，头路都无完啊！呢，所以这到底吼，这是请你收回，你阿唔知要判几等级别官诶？啊，可能啊，真正有影。啊，这到底是安那骗诶？盗用公款啊，盗用公款啊！伊挪用，伊那钱行伊安尼，没有啊，照常，赶快，伊挪用着迄个家己银行，新疆啊嘛，吼，今次，所以伊这若无算公务人员，就无贪污啦。哦。
啊，但是嘛是一条迄落做迄、那个德阳公馆，都有做了对啊，都有做了对啊。哦，啊有够做啊，有有有。嗯，啊，这当完全拢无见过面，啊，也唔知这个人是硬啊变。新冠话者体重，所以都唔知啊。我问下你声嘛，就讲即我那声啊，我那声太迷人啊。你凡事都无声。我即咪就是讲咧，凡事都无声啊，怕你尔，安尼就用骗我。我而家连对方嗰啲咪是查某嘅咧。啊，知啊，哦，对啦。靠呀！对啊，这真正有可能啊！你咋知伊是什么人变的啊？对唔对？所以哦，讲挑人，诶，有学问咧，咱要考技能考袂掉嘛。嗯嗯。但是咱社会经验有啦。嗯嗯。阿先啊，今次咧。对啊，我知啊，但是重点是，啊，迄唔说拢无少的经验咩？啊，说这就是足奇怪吼，这是安那骗的，这好啦，勿紧啦，这都主要就是提醒吼。今日这故事今日假的咩？那是很多啊，多。那都检察官的技术啊。有。好，好啦，来啦，来个进一个广告吼，阿连咪再个倒转来，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版吼，好了，这个。诈骗也好啦，头下讲的迄个爬山也好啦，这拢家己爱足注意的，对吼？刚刚讲就是安尼吼，来来来，进广告，随个再等下。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下来要来跟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威马油厂所来制作而成，而且啊，伫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催促吼，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一个科技的萃取，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这超临界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当然，咱内底的成分有真多，伊有红素、玉米红素，包括花青素、小米草，包括吼、哦、啊决明子、稀油等等等等，真侪项的物件。这所有的物件，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会坏就对啦。当然，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这的配方，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通真济，啊，所以咱啊尾巴啊，咱尾巴药厂吼，啊，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研究这个物件，这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而且是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白内障、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老白油、白网症、大眼症等等，甚至你本来就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都会当来搞挖科，来搞挖科吼。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若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啦、耍手机啊啦、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大家拢爱看，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到。啊是讲吼，啊咱啊长期间吼，伫外口咧走外步，不管你跳多歹，啊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这真好。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间安尼落来，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恁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工得着白内障，吼白内障。啊，当然，如果若是讲有遮个镜头的朋友，包括吼你的头脑、你的视野吼，是咧看遐物件的人。你会当来吼，我可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咱圣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来，接下来去另外要来甲咱推荐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软骨素。咱圣山软骨素内面有真侪成分吼，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成品的物件。啊，这软骨素内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胶原，包括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
这个乙酰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制作，伊骨长骨长，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哦，会当润骨，那像从咧沾机油迄一般，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着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着咱的硬骨。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如果曾经也有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你这只骨长骨长，或者功能会减退。啊，这个功能如果若是减退的话，你吼、哦、啊分泌出来骨长骨长，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在调，人去分泌骨长啊。你当来个挖去吼，咱圣山的软骨素，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专门咧制作骨长骨长。如果若无只骨长骨长来甲咱润骨的话，咱的手翘、咱的脚翘、咱的关节的每一个所在，真容易会去损害着。简单讲就是吼，你打碎咧磨吼，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啊磨害去接刷入去，你就磨着软骨，就是开始关节咧疼痛的时阵。圣山软骨素内底也够连德糖小分子加元两倍，包括维生素 C， 也够咱个美国 NEC 两倍分解加素，也够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吼，这是补充着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吼，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当然有真济啊，迄、那个产品啊，伊拢强调讲话，伊个即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迄时吼，因所啊，因会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钙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软骨素内底主要的成分就对了。所以，用这段经验来做朋友，有人甲恁介绍，我非常清楚了，对吼，非常详细吼，处方啦，什么种种拢甲恁讲啊，非常详细。软骨素。加一点入面的第二代了，对。除了这产品以外，信兰公司还有喜乐通，喜乐通专门的搞这灯号清洁，这灯号若无清洁是袂使一个的。怎么这灯号白天哦，你家上光话一个对，惊死人。好嘞吼，所以用许多经验才咯，喜乐通专门第一了灯号白清洁了对。这个是加拿大信兰公司，我就这个喜乐通这密码就传给我来了对。阿合技术，他都有人讲阿合技术就是种物件，所以从今话，我恁等下清洁，卡袂去记得去等下白听，这非常清楚了，对吼。所以阿个人五宝喜乐清，这会用吼，未使回楼客，会用了楼客对了，像咱一条狗啊，赶快就对，楼客也他开始惊人杂志就对了，有的物件就又开始杂，一条狗啊都未通，未通就归臭红。所以用起话，咱会更赶快意思了，对。那叫擦掉了对啦，吼，有当时咱走袂赴了，跌脑哩，看袂安那得，跌心中看袂安那得，后尾都血袂通，跌脚袂通的哦，去把它清净啊呢。所以用起话，这五宝虚六清改加吼，补肾健，男士朋友，钙合三品了对啊，吼啊，帮你出问题，咱怎样吼？食补肾健，血氧素，日本韩国。一年销售五千万辆，台湾多独独电台改咱在做的呢，米巴集团就关和咱做安尼俩吼，所以除了这三品以外，咱用许多山这三品来做搭配做使用。有啲冇不了解，拍电话做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拜拜，伊还搬出来，甘甜酸苦味拢爱，命运来安排，怎个叫我嘛不知，无人会了解。
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落来，咱们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吼。咱现场热线电话二六九九四五六。二六九九四五六，台南的电话，我关起麻烦个加空六感谢，啊来加一个空六啦，哈、哦，来感谢啊，即马没有电话未啦，啊我未啦，来好来，接播音哈，感谢，你好，哎三个优秀的主持人，你好，啊中南北看到这会见小的政党，国民党，好、哦。安怎讲呢？来到台湾啦吼，啊看甲咱互欺负，啊个恶垃圾无甲咱食偌侪钱，咱以后拢爱甲清算呢，袂爱总放阿咧去呢。你看今麦就讲阿无清算啊？哈哈清算啦，我认为阿清算啦。吼、哦，啊再吼，即阵我都感觉讲吼，真正是吼，人差啦，上位也去人差做老爸啦。啊，只台湾的温情完全拢放袂记啊，即阵是咧玩火自焚。放晒烤卡汤的吼，来来个解切卡汤呢，有当阿是要做好几鲜了，将来是正大正治吼，唔巴得甲民进党配合啦，拢是咧伊外卡啦，吼、哦、啊有当时啊个点点食三碗公饭，两破清腹啦，吼、哦，这拢袂使，这唔巴是个咸无卫生啦。这清算一定爱啦，我你那穷途末路啊，我那说那，我懂啊，无偌久。我那先啊，周总统，我来多进土地清算。哎呀，文化文化是中国做大来呢，文化文化中国大来啊，文化呢，这这嘛就唔好个呢。哦，那起一句话，因一点啊感恩都无。哦，是台湾华丽如粪土啦。好，安尼好啊，感谢，谢谢，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哦，中大兄啊，拍摄拍摄，你下头讲遐个人物啦吼，可能全国就是我上加有感。哦，是啊，报应官啊啦，山啦，但是我迄个我大呢，我较早吼，我讲给你听，你台湾要等到我这款嘞，无可能第二个啦。安尼好，我较早就是伫个中山北路、大头北路遐吼。英军国军团啊，暗时啊，我无做完过，拢去宜山迄个所在听。迄阵啊，阵啊，你讲讲迄什么什么，伊一个名字什么话，我是红军讲不出来。司机俱乐部啦，司机俱乐部，吼、哦。系啦，啊，暗时啊，九点起，甲隔天间透早一点啦。嗯。叫做夜行人，深更夜行人的节目。好好好。啊，我对台北五环边啊吼，你未上边啊吼。诶，是。啊。啊，那无创啥，就拢起出来听下节目。好啊，好。啊，我不话也真鸡婆呢。有当时啊，单身我咧播迄个唱片吼，那小歌啊，讲较会接啥吼。嗯。我就摕一个较好去啊，打播去唱。哦。啊，伊捌咧讲啦。嗯。我说除了收青山、梁山以外吼，啊，佫大兄弟啦。嗯。吼。啊，较早咱较早迄个市民中有在流传啊吼。嗯嗯。全国。迄、那个啊，人才上车就是树林花仙广播电台啦。哦，树林花仙哦。广播部分系电广播部分。啊，花仙广播电台下下哩出名就出花仙三剑客。就较早咧，日本伊有入伊三剑客。哦。诶，啊，这唔捌听人咧讲了。电台有花仙三剑客了，伊啊。三花仙三剑客，假你知无？我知，我你三我唔知，三你讲讲。啊！就恁老师一个单身，哦哦，单身我唔好。啊，我一个入去电影师傅啦。入去电影师傅，我就唔系啦。何山成啊啦，一阵我做何山成，贵大成啦。啊，贵大成，那有贵音贵哦。哎，有来贵音冇？以前人也未唱，华人拢未十地进前吼，有哩华星电台。哦。含阿丁。哦，阿丁我知，阿丁我就知。阿丁系。阿丁我就知。多晒。嗯。啊，尾啊，中山甲梁山是拢伫个华星第一代。嘿嘿嘿。啊！但是我唔捌听到你，我唔捌。无啦，迄阵我就阿袂咧，迄阵我是当倒大尔，我咧唱歌，我都无咧播音哩。我播音。啊！你安怎甲单生啊熟识？单生啊，在台南，我是熟识啊。哦，胜利电台咩？胜利电台，伊做在中央咧。嗯嗯。啊！胜利电台啊。就是安尼哦，伊离离开伊个阿叔台北啊。伊离开台北，啊，落去唔系中部有那一站，了开就来台南，从伫台南。到个老位，高阳洪明咧，洪明是迄个梁山，迄阵去洪明
搭何龙山甲游鸿永河啦，哦，我再起来正义电台做台长。对啦，对啦，对啦，系啊，系啊，系啊。我印象的啊，你有那话题对嘛？你有在插过新闻台啊？插过新闻台啊？为这个台长才经过，我有要叫入来坐坐吼。啊，但是因迄个团体算无停卡啦，啊，拄啊失去一届讲再见面的机会。好安尼哦。啊，今麦听你咧讲安尼，伊无伫咧吼，即个人物哦，我真怪看得足艰苦。好安尼哦，拢无伫咧啊，拢无伫咧。啊，一代人无伫。中国兄，你这个节目后，国军啊，拜二十外年，二十外年，我咧做。呵呵，无问题啦。好，好。再后年啦。感谢，感谢。我快等国做军啊，拜五十年无啦。好，感谢啦，感谢。感谢你，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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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算台湾有真侪名利中心，你知道？嗯，就是算命算命冠名冠名，顶下韩国如讲高雄爱河买创拜算命冠名，有无？算命真哩，一点点都买通。哦、啊，过去哩，国民党恐怖安稳啦，咱吼三间庙弄一个迄款哩啊，中坛迄款哩算作讲一般，伊一点点人私人哩迄款佛坛，安尼一等，伊买弄去加好十万二十万，安尼去，你啊，我老亲也表哩，我。楼下看，一波看，像中国什么单位，哎呦，捐助十万、二十万，拢，真侪，安尼大拢安尼，用中资安尼来讲，你知？反正不讲白啦，反正不讲白。你这生意，咱老正经正经无吼，哎呦，好啊吼吼，讲这块生意，就跟咱讲，这个调查局的啦，啊个服务部的啦，全了。你这个买票嘛，照常我买啦，敢不敢发多？你这人那无算了，阿强的伊讲真清楚啊。买，阮来，甲咱朋友来关怀，所以咱台湾人爱团结啦。我只一句话啦，好，台湾哥，恁勇敢台湾人，啊，台湾人啊，保护台湾，台湾加油，谢谢。好，感谢啦，哈。来，你好，哎。台湾，好，你好。哎，你好。我今仔日来录听一单的酒哦。哦，单的酒，我知。哎呀，要做那个新东出来主持这个。要不要不要不？我他三十名。嗯。今晚等你酒来有几多个哈？哎，我都不知啊。哟，我唔捌咁听讲起哦。哦，你今仔时阵就咧听了，表示哦，多谢。完了哦，较早听节目有够济，听节目够济。好。伊在电视也未遐普遍嘛。是。听节目足济，听电台足济。嗯。啊，歌你看这十外首吼，拢嘛为电台捧出来。啊，那古早时代电视都较无讲特定有啊。系啊。啊，所以阵哪里有当讲是比较普遍。哪里有上普遍啊？哪里有较普遍？啊，哪里有较早？无像咱即马吼，伫台南，咱家己处理设备唔少，哎，当用机械电线处理外伊，较早拢爱去电台上班，较早去电台上班，上班了后是个地区的地区，你是台南信义电台吼，现在广为是特别的啊，哎，以前咧，即个啥，咱即个台湾第一批的台语演员，做些忙被播音台处理的，你像吴影啦、钱来呀啦、张宗炎。你做迄个剧啦，做迄个剧啦，但是播音慢从播音员出嚟，啊，像迄个赵金顺啦，赵金顺咧，慢从对迄个播音员啊出嚟哦。啊，记录啊，即嘛唔知佫有咧报啦。记录啊，即嘛伊咧加，迄个加卡新小歌，加新小歌。顶日啊，电视台啊，佫看到。啊，佫看到。好啦，感谢啦，哈，啊，这个时间的关系，安尼阿爸无可以啦，吼，这个中庙吼。有接受到中国资金资助无吼？其实咱讲真诶啦，头下个大哥咧讲吼，我甲你讲，即早在咱政府早都拢知影，啊嘛拢报甲对边去，啊问题都无多处理啊，啊问题都无多处理啊，伊透过另外一手甲你三上钱未来，你都无多呀，我看强庙要用收啊，安尼尔，系啊，哦是毋是？你像我两包姜，我都无咧收中国诶钱，绝对无啦，绝对啊，真系庙是家己阿弟做做诶，对。这人关键啊，小事点，未他未收一大条的啦。有，好，好来，感谢哈，阿兰来进一个广告，下面再个倒腾啊，感谢。来，听众朋友，疫情一个正严重吼，咱今仔日已经吼有看到这个感染的疫情已经冲来到8万9。
我可能问一下，就变过九万嘛吼、啊，尤其这个死亡感染死亡的人数吼，嘛来过七十几哦吼，或者家己的抵抗力免疫力，家己拢爱顾好掉吼，爱顾好掉吼，爱做注意啦，是，真正，真正爱做注意，这不是开玩笑的，是是是哈。好啦，啊，这个就做三呢，这个关系到这个国民党是不是爱清算啊？吼，还是讲这个中国去平遐到底有偌济势力已经关灭来到咱这个叫做台湾内底啊？吼，甲恁报告啦，乌克兰甲俄罗斯即马拍甲安尼有无？到暂时为止，乌克兰啊啦，阿哥咧掠迄个亲俄分子啦。啊，就一定是安尼、啊，对吧、啊？啊，因为迄个俄罗斯动用的部队内底，后迄个亲俄的部队啊，亲俄部队，嘿，亲俄的部队，就是简单讲，就是讲这个俄罗斯本身有俄罗斯的军队嘛，啊，伊另外动用一批是亲俄罗斯的，嘛是军队。总共咧拍乌克兰，啊，台湾以后也那咱唔知啦，政府家己去想办法，看怎处理哈。好、啊，来感谢时间的关系。